你是不是 PVZ 新手？是不是零氪党？作为零氪党，打现在的双人战斗会一直离时空秘境，真的很无奈，有手都打不赢，植物又菜又少，如何快速快捷获取植物、钻石、金币？常见的主线，只要我们通过任意关卡，就会获得植物碎片、挂件、金币啥的。但主线世界有16个可以开通，这时候肯定有人烦恼了。不急，世界推荐：埃及未来，打通第一关获得三叶草就行，再去海盗。海盗很多飞行将，三叶草是他们的克星，能狠狠克制住。我来，小飞棍来呢。再是恐龙，打通第五关困难模式获得圆蛙。奥利给！再是功夫复兴，打通第八关困难获得芦荟，之后就可以随便开了。绝飞了，绝飞了！Nice、在探险里主要探索卷心菜和豌豆，五节卷心菜很强，场上有多少僵尸他就能杀多少。六六六，至于豌豆，在各世界固定植物里豌豆出现最频繁。以上就是最萌新攻略，之后我还会陆续出的。Nice. 喜欢我的话，下来支持一下吧。